你先传，你先谁点的？因为他好像是嘉云，还是是嘉，应该是嘉云点的。好哦，我们看一下。小白穿好粉嫩的，没错没错。对啊，粉色很美，对不对？小白穿粉色很甜，就是你该买粉色。谢谢。我觉得粉色真的是愿意穿的人，他这一件的粉是真的，真心美，真心的美。这是有超过你刚刚的吗？有有有吗？有，超美的。好，然后接下来是下一套，就是皱皱 V 领的 set 套装，它是一整组的，也是上下半身，可以拆开来合起来穿，然后两个色，黑色，然后跟上身身上的白色。我觉得如果你是愿意尝试白色的话，这件我个人蛮推白的，因为它其实白色的话比较可以看得出它布料的皱褶纹理感，然后另外它的白不是纯白色，有一点混奶色下去的白，不会死白的，对，是不会死白，不像白 T 那种很死白，然后它是有点奶白色，然后但又不是米白，所以它的白是有质感的白，我觉得是可以让你的那个气色变好的那种白，就对，而且我感觉就是整个人又还是比较柔，然后白色阳光照下去有点那种反光板的那种效果。比较有气色，对。然后你看一下，我平常爱穿黑的，这件我就买白的，太难得了，是不是？那这件料子你是舒服的，是舒服的，而且它的裙子一样是有做内里的，是到膝盖上，对，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太露，但还是建议穿浅色为主。对，那上半身是一定要穿浅色内衣，然后裙子的话是可以有内搭。那黑色的话，基本上你是完全不用担心，它是不会透。然后没关系，黑色看不出来。那我们也要看一下特别的尺寸，特别。那这个、啊、我觉得从到 S 号到。L 号身形都可以穿，那它本来就是会比较合身，因为它是窄裙款。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它布料上带有直线纹的那个线条是可以修饰掉视觉上一点的那个宽骨的那个线条，跟屁股含肉的这个肉。我自己觉得会感觉是直接这样蓬出来，你会觉得它是顺一点点的。对，以白色来说，我觉得它表现是蛮好的。那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就是配色。对，它上面这一块也是比较属于宽版的那种松紧。所以也是不会缩起来的，不会这样子整个这样缩起来。因为它布料其实弹性非常好，上身横38其实都没问题，对，是而且都还很有空间，非常有空间。然后这就是看你想要绑多紧，对，但它绑紧之后，因为有些这种布料有些绑紧它会像我刚刚那样会缩成一坨，对，但这个是不会缩成，它就是平平，对，它是平的，所以你放下比较不会有这样。小包色吗？可是没穿过白色下身怕。那不然你先买黑的啊？对，我不知道接下来还会不会追。好想黑白配，真的想黑白配，不是一套黑白配吗？你说上衣配吧，你说裙子配黑吗？腰臀感受，他说他30、39，这个39可以吗？39完全可以，39可以，因为他这个空间很大。对，你看，就是很有空间。对，它可能就是尺寸就是腰的话，因为是我现在绑紧的关系，不然你看我把它弄开，它线这个超长，所以你可以拉，可以自己超宽，可以自己调整，对，你可以自己调，就是把它绑紧而已，反正也是一套懒人。对，然后你不想绑，就是把它弄松松的，是这样也蛮舒服的。对呀。然后它这款上下半身，你如果分开来搭配，也都是蛮好搭配。上衣白，裙子黑，可以这样买吗？你我等一下。因为今天东汉没上班，你等我一下，我问看你，然后你先私讯我，可以的话我就告诉你。裴真请私讯，对，你先私讯我，然后我来问一下我看。你对，好，那就这样子。然后我个人就是觉得这套非常实大，真的，它拆开然后一整套都非常好，它的裙子很美耶。然后后面也有开叉，对，就整个这个活动很方便。机车组可以吗？可以啊，机车组可以可以，机车组就是，但是你最好要搭一件长的，不然你磨了会黑哦。哦，对，那你就买黑的吧。对对对对，今天是买黑的，不然就穿长的风衣之类的。那就是下雨天不能穿，那直接就是你上车前摩托车姐先擦过。对，有时候下车不小心磨到。对，但是我后面给人家载可以吗？后面给人家载拉短，就拉起来。对，看你在不在意拉起来，因为你要先拉，你要先拉起来，但是它弹性对，它弹性很好，是可以的，只要你愿意露腿的这样做是 OK 的。好，那我们下一套。好，接下来是小白裙。